送你嘛，你挑。我要喜欢谁呀、啊？我倾家荡产啊，都会送你。哎，豆豆围巾真好看，乔静阿姨送我，多难看呀、啊！这纯羊毛的，百分之百。你把它给摘了。新时代的婆媳问题，究竟媳妇、婆婆谁能胜出？6月8日起，中式8点全家剧场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。